这次集训当中的话，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吧。我觉得可能前期，比如说一个问题一个小问题的去解决，然后复工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往前。在往前的话，我希望还是在进攻和拦网上有一些突破吧，然后包括增加一些就是稳定性。希望我们能够就是一起努力，然后把今年的任务包括我们的梦想完成好。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国争光。